还说你让你这不能把我开车，然后去了房，你家说家没招了，没招，谁管房子不是什么款，搞白菜这条上现在在的就不能用房，要买个地产，搞白那个房子，今年准备要是省的就，不然就是老逼到小家里去租房，然后不要忙的这个彩礼等楼上就，楼上本来要准备改面要钱，什么一层楼，然后那些就白了那这个时候白了。